哎，对，我看你要尿尿。看外星人呐、啊，看。看外星人呐、啊。现在是几点？现在几点？3点。错，是我们幸福的7点。刚刚那个是动物的声音吗？为什么会有那种声音？哎，我点的东西怎么还没来？哎，我点的东西怎么还没来？什么东西？我们的胃了，我们的胃了。猪肉、牛肉跟羊肉，你猜我喜欢什么肉？错，对，你这块心头肉，是你这块心头肉。我和你去吃烤肉，上面有猪肉、牛肉、羊肉、蔬菜，还有什么各种的，你要先烤什么东西？我先烤吗？嗯，去烤。我想一下，如果是他这套路的话，烤。你讲什么他都有套路。好，那我先吃烤猪肉。是吗？你不应该先考虑我吗？你不应该先考虑我吗？这个考虑这个有点断，是吗？有啦，我觉得有啦，只是有点这个金额。那我给你买了个礼物啊。什么礼物？你买了个枕头。什么枕头？你饿啊？我想到了，造化。情人眼里出什么？出现我。有长进，有长进。我觉得我最近可能有点害怕你。为什么？因为怕老婆。你会弹钢琴吗？会。你也说不会，你不会弹钢琴。不会。那你怎么拨动我的心？你知道日语我爱你吗？还是的，还是的，对吧？你知道我在寻找一条路吗？你知道我在寻找一条路吗？你的手和你肩膀的距离跟你另外一个肩膀和手的距离是一样的。如果你喜欢一个人的话，你会怎么去表达？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会一直看着你，我就会一直看着你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